请正大的带头老师庄丽云庄老师。如果他知道他是在那些金马奖啊、金曲奖啊、金钟奖啊，每次都是骑着他的重机到处有接演出哦。啊，庄老师他在流行乐坛上面很常常接一些电视上的一些表演。第二位刚才说罗老师临时的阵容，所以呢，我特别跟对面的，他是中心国国中心国小的负责行政老师邱崇宇老师，我可以请他来协助小二的部分。第三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 A 团中前分部老师，是潘柔英潘老师。第四位大家耳熟能详啊，他是我们基隆的女儿嘛。蔡老师能够来到这边，都是因为他的关系。他是在地的管弦乐班，后来是到国外留学回来，帮自己的一生记忆回馈给基隆的嘉婉玲嘉老师。Thank you.
受各位老师们一起撞撞撞。